天天的财神，来欢迎今天特别来宾。好的，在我旁边玉兔。主人，然后他的佣人做错事了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把他的佣人锁在房间里，猜一个地名。佣人锁在房间，佣人锁在人。我这个还真没听过，真的，新的哦，新的。佣人锁在房间里，猜一个地名哦，地名哦，地名，讲一下，不是哪，是亚洲还是哪里的？对对对对。看来不知道哇，这个应该是比较非洲或是非洲中南美洲、中南美洲之类那一类啊，伊索比亚吗？错，啊，什么？是不是跟我有关？跟你有关，跟我有关。菲律宾啊？不是，哦，我知道了。一二三，我们一起讲，一二三，索马利亚，答对了，索马利亚，哎呦，有用头脑的哦。好，来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。吃饼干有没有？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来，要看想吃谁配，先配对。好，怎么配？女生的，男生的。好，来，抽一张。我抽。来，玉兔这张你的。好。来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。一切都好。来，一二三。哎。哦。我心里还想会不会抽到玛丽亚。就是玛丽亚，就是玛丽亚，紧张哎！来来来来，你们两个这一先来，来就位，好，哎，准备了啊 ，OK， 哎，这个单元赢的是有奖品的哈，我们三个奖哈，哎，有扫地机器人喽，哎，哦，还有精氨酸机能性粉末哦，还有汽车冷气隔间膜，哇，你再吸到大牌。赢的话，那个扫地机器人都送奖品，都带走。当然，奖品马上带走。好了，准备了，给我一个吻。3, 2, 1。哦，不错啊！不要急，要细细稳稳的啊！哇，掉光了。慢慢的哦。小心走。好，来，快！速度！哦，粘好，撞车，好，小心，哇，啊，玉兔的翅膀有点碍事哦，对，小心不要踩到腿，小心，30秒喽，现在一胚都没有，他们还有可能了，有可能，这一胚，这一胚，机器人，扫地，哎呦。配你不会赢啊，只有够这一配啊！你抽到死就大胜哎！汽车冷气隔间膜，还有我们这个扫地机器人，来小刘就位。好了，妞妞加油了哈！好，刚刚那边带着我们扫地机器人哈，来，刚刚就这一队，不要理他，一定赢的。来，给我一个吻。3, 2, 1。哇！我第一张就 A 了，很稳呢。所以其实呀，不能用蛮力，你知道吗？巧劲黏住就好了。啊，掉了一张。哎呀，要吸呀！哎呦 ，A 赔了。哇，不然现在没有奖品哦。还没有奖品。对。好厉害哦！哎 ，K J Q K， 很会吸。再一张。哎呀！赶快找奖品。他们很会吸牌，但还没有奖品。哎。下面站着。
好强哦！哎，他快少了，有一个奖品，厉害啊！有一个奖品，都是真大哎，很大哎！哇塞，一人粉是什么？哇，这个你们很难超越的啦，这个一定。我们难超越就算了，准备我们拿四条啊，可以吗？可我等这个很久了哎，你是我也待会如果真的不小心啊，是我的处女秀，荧幕出我。真的有啊？那哪个不要玩？哪个不要玩？机会很难的哦，你不要玩了，机会很难。还是这三个奖品你都送给他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是我给你现金哦。不行啊，我们要敬业啊，要不要？要很。还是要玩，来就位。哦，到底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？就看这一组啦。除非平手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们四条，对，四条没有，我全部四条，没有四条。最大是 Pro House 啊，他没有挂 KK。对对对啊，所以我们跟他平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呢？给我一个吻。我他心大，慢一点，哇，很认真，加油，你很保持距离耶，觉得，你几个素汤咪哦，分别张，加油加油，你在吸汤面是不是？啊，吃汤面，哎呦哎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真的好惊艳的一对，怎么会这样哦？我不是因为他眼睛睁很大，对，我一看到他就好像看到我们家佣人了。而且你知道，你每吸一张牌，你的右脚就踩在我的左脚上。我说你可以快一点，你脚为什么站那么前面？我是看你脚那么麻。对，我知道。你老婆敢不敢呢？我真的没敢。我跟你打赌，你老婆敢不敢呢？我知道你一直在笑，而且第一次有个男生在我面前停那么久，然后一直在笑，都没有下一步。不是他眼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好了，这对男碰男怨女啦，到底是什么成绩？哎呀，哎呦，勾一样对，勾一对，一样是这一对，恭喜。这个是我干嘛？降血啊！可是他应该给奶哥吧？应该给奶哥，他刚被我吓成这样。我奶哥现在是有点缺氧，降血死给他。奶哥是缺氧，缺氧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恭喜！来，进入下单元。哎呦！刚刚是干什么？飞起来！你怎么了？你自由电是吧？你转一圈，你怎么会讲一个漂亮的旋转？他真的是叫什么？轻开腰软，会旋转，好厉害！好忙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像要坐到这个位置不简单的，不简单。你可以吗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叫筋骨太硬做不到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好。都来过嘛？来过，都来过了。那不啰嗦了，那我一小梁六。好，一二三，六。小梁哥，小梁啊，当装啊。装。第一 round 打屁股。OK。好了，来看看大家的牌。好，但先看饼干的牌。玉兔。催兔。怎么催？奶奶，妞妞，玛利亚，好，小梁开始，来，最少叫一个，最多叫三个啊，二开始，二三，往哪里？这里，四五六，你为什么不叫二三四呢？其实一样。因为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过去的时候啊，他这边再回来，其实我们就是夹他。嗯，对，哦，差不多，对啊，可以。奶哥不要急，我很会玩这个游戏。哎呦，知道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他说他会玩，我讲一个，如果你叫二三，对不对？二三，对。他回转呢？哦，对啊，哎，对哈，
你会玩吗？你是不是会玩？你确定你会玩？他回转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再回转。那我就回转他。哦。那就喊四啊。然后他就一定要喊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回转他，他就开始要回转他。他回转他还五啊。他就五嘿。对，然后呢？他就五的话，他可能会喊五六，因为五六不能亡，这个很难说。对，有可能。对，五六不能亡。所以到底有人中吗？真的。饼干。你还不知道你中了，我聊半天。我们聊半天，你还不知道你中，还在那笑。对呀，对哦。谁打呢？打屁股吗？没有，这个我想要拿金牌打手。你想打金牌打手就好。金牌打手打屁股啊？是有一栋冷暖空调。哎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哎，玛丽亚，你会打？你打，你打，我跟你打。我没有，你打，你打。来来来，即时自有那个哦。不，哎，马，要手下留情。玛利亚，手下你手下留情看看哦。对啊，好啦，打不好会被打吧哈。你很烦嘞，你要先看镜头啊，你要看镜头。对啊，看镜头。哇！玛利亚，你太用力了，玛利亚好狠。玛利亚很厉害啊。为了冷暖空调这样，他对你一定有一点有一点成见。我拿到冷暖空调，我会请你来我家吹。我请你到我家吹。你知道这个社会，我到时候给我吗？冷暖。那不用，你那是空调而已，到我们家吹冷气，好不好？他只是空调而已。我一起吹。Round two 哦。Round two。小地板哦。女庄家啊。好。这都是命的哈。中风症。来，看一下，我们看大家的牌。好的，我们先来看饼干的牌。玉兔、圈圈、奶奶、妞妞、索玛利亚。索玛利亚。我姓马，姓马。哦，姓马，姓马。我姓索。玉兔，哎。好不好？哎，玩一次那个，一开始就 pass 啊，这样也其实蛮好玩。玩一开始就 pass。对啊，也可以啊，随便啦，我是这样讲啊。嗯。你不要一开始就回转，你可以选哪一边哦。没有，你要 pass 就看他往哪边呢。哦。好不好？我一开始好就 pass。往哪边走？往哪边？往这边好了。这边好哦。我看看你。哦。好，来 pass， 来，看饼干。从二先开始。对，二开始。阿斗。打一下，说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好紧张哦。打了，打了，我好大。配音配的，配音配的啦。还有这个啦。二先开始。对，二开始。对。两张牌。二三。哦，中，好。真的假的？神经病！来了，一下打好哦，玉兔不用力打，我打你哦。好好，哎，加油加油！一二，看好哦，不要，看好看好。一二三，没有打好，痛哦，痛对不对？没有打好，没打好，痛，很痛，还没打好，是不是？很痛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很痛啊，是棍子。你看我打你是棍子，不是。你笑一下，没关系的，是脚，没关系的。下一轮说不定还可以感觉得到，对，我下一轮可能不打脚了。哪个怎么打不痛？你让哪个打打看看。看看是真的，这你我是给你分辨一下，分辨一下，没打好跟有打好。哦，你看，扎扎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跟他讲，跟他讲感觉，你说麻在哪里？哪个的是会麻的，对不对？叭，炸开一下，但是他是痛，对。对不对？啊，重点是我为什么要量一下？不是，我是让你方便一下。因为你刚刚是输在二嘛，哦，输在二，就两下。懂了，懂了。哪一个比较感觉比较好？他的感觉比较好。你的感觉很麻。对对对对对。他很痛。很痛啦。他真的很痛。他是游戏惩罚，他是治疗。对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奖被他打的还要预约。还要预约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下一 round 万一你输到屁股跟脚后，就少打一个嘛。哦，好，谢谢奶哥，谢谢奶哥。饼干，女庄家哈，三张哦。OK， 你看汗都出来，我一打了汗都出来。哇，只是我鞋子还没穿好。没关系，不需要穿，马上又要打了。这接得这么紧。好，来，牌盖好，牌盖好。有那么难算？你知道这一是十一哦。
好 ，Queen 是十二 ，K 是十三，哈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你先叫。三四五，往哪里？往这里。六七。那么久了，怕。那就八九十。起码二十以上了。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十四、十五。十六。十七、十八。哎呦，可是我用了，我后面一定被夹，被任人宰割。不一定啊，我们一定是攻他们的。十九。二十。哎，还在笑。二一。特写，他在特写。你全忘了，你拍戏是不是？小兰哥，还在眨眼。哎呦，二一是，你长包皮是？二十，二十，二三，差不多了。一，二四，我跟你讲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二四，我猜的很准的啦，我断这断的，二十五到三十了，我跟你讲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现在二十四嘛。嗯。什么？哎。二五啦，不用啦，来。二五。哎，过了。啊。还要九。干嘛用？啊，他算那么久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阵。叫啊叫啊叫！但是因为我想要让他输的话，所以我不能。好啊，你要让他说，你不能用回转，对，我一定要 pass， 这边才有空间。但是他 pass， 他回转我，对啊，没有，你是差一个数，十一个数字而已啊。哦，好，你回转，我也回转啊。pass， 二六，哦，过吧，过，过啦，嗯，接近了，接近了 ，pass。pass， 他就二七啦。然后回转我，他没有回转，他没有牌，他没有牌呀，对不对 ？pass， 现在几啊？二六该你。二七，二七是？二七。完了，真的假的？差好。二八。他骗我们。他骗我们的都能牌，中了，价二九，二九，中了吧，中了吧，哎呦，真的二九，哎，哎，打一下说一下好不好？我好紧张哦。快赢对的啦！这个有打好吧？哦，来打脚窝那个地方，这边吗？对，那边会麻，这边叫脚窝，哎，会麻不会痛。好。哦。啊，这有点切球了，切到，这不是球，是脚掌，都不会打来。还要示范？不用，你刚刚示范过了啦。他流眼泪了，对啊，他飙泪了。去卖你的家电啦！不要叫经理来了，店长经理来了，经理，经理房市最近如何啊？房市，我是房市，哦，所以他是参观，我是房屋，房市二够了，好了，现在就剩你们俩没被打嘛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那你休息，你被打两次，好，谢谢，你也休息，就我们四个了，好，这里，谢谢你，对，手下留情，哎，好，我们要被小梁，我们四个了，哎，好。手屁股脚底板喽，小梁哥一，哪个四九？九，小梁哥，两张就好，两张哦。哎，叫我们可以眯一下牌吗？我们没有玩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小梁哥，哎呦，哦，不能有表情啊。快多两张，来哦，二开始。那我觉得我两张而已。
而已哦，两张。二三四这边，五就好了。刚刚有二，你看到没有？两张哦，两个人很恐怖的。三三就六了，四二也六，一四对啊，一五也六，对啊。什么啊？怎样哦 ？Pass 啊？我们一下想一下，六。我现在是五。六。六啊。六，好恐怖。六 OK， 七八九，哟，自由，过完了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十二，牛牛，总要被打的，总是要被打的。玛利亚一定叫，他根本不怕。对，十四。十四嘛，哦。十五。十六。太过了，好恐怖。接下来就不一样了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团结一点。最多二十六哦。要回转，对不对？回转，回转。所以现在变成是妞妞把十七留。他又要回转。小梁哥比较不会怕。这样子，我们看上帝要回转还是 pass， 好不好？宝贝，宝贝。好。哇，不要了。所以现在好像十六是十七。过了，过了。过。过了。你要多一点镜头。他弄你，让他弄你。你要多一点镜头。居然喊十八了。对啊，十八。还没做，还没，还没啊！好，把发球权交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来控制，好，对不对？我叫十九，就是二十二一二二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叫二十，就是二一二二二三，最多三个嘛。对对对，二十三以内大家就命运交给他了。哎，有投手了，外球了，胸罩啊，胸罩，不是那个胸罩，胸罩哦，我叫多少？你可以，你十九到二一，你都可以。十九，打告。那你们两个，你打开了啦。他们两个猜拳嘛，不用猜拳啊，不用猜拳吗？看你想打谁。会不会是二十吧？十二。二十二啊！我叫十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如果叫二十二一，没有。他如果叫十，你叫十九，他叫二十，就是他死。如果他叫二一，就是我死。废话，要你教我。他如果他叫，他终于想叫二二。怎么可能？他想叫二二，谁疯了？他会叫二二，他会。喂，你不要这样，他真的会叫。真的会叫二二。我刚刚本来想说啊，为了观众的福利，那应该是牛牛。对。他这样讲我的话，我觉得。我有买你的福利，看你。来，小梁，你到底要叫什么？观众，你觉得他们想要看谁？但是牛牛啊，当然是看玛丽亚。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还是你们两个分担，对，好，一个屁股，一个脚，太棒，太圆满了，我要帮你分担，你为什么？我要帮你分担，我在帮你分担，我不要啊，分担，分担呐，我在，是我帮你分担，我帮你分担，可以，我帮你分担，我不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那你叫，来，那你叫好了，你让他知道为什么是他，先关台，对，二一，二耶。都有瞄准的，你闪的不准，反而没有达到治疗的效果。对，相信徐总。动哦，手很轻。你屁股，我手跟屁股，脚啊，脚给我，脚给我，脚给我。那你先来，你先来。我先来吗？对，你先来，脚先处理。喂，不要太大力，我虽然。你什么？我说不要太大力。我说我虽然是玛丽亚，我还是会怕痛。不好意思，娇生惯养。这段可不可以快一点？人家会说我们不会做节目，怎么这一段弄那么久？哇，好恐怖哦！他声音好低哦。玛丽亚，你好像男的，会打得到。哦，男性的怒吼。你挥的好高哦，哦，而且这种挥，回味无
无穷哎，倒了会胃无穷，还会痛，还在麻，哎呦喂，在麻，真的好厉害，好舒服，佩服，厉害吧？来来来来，哎，玛丽亚真心佩服，去去洗干净再拿来啊！什么？这条化掉了？什么事？我们哪医师都有瞄准的，你闪的不准，反而没有达到治疗的效果。对对对，相信徐中医。手很轻啊，很轻啊，很轻。你看，你看，屁股屁股，小心哦，回味无穷。预备，下。你看到没有？不痛对不对？不痛。分散对不对？对，分散。不痛。是不是不痛？不痛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进行我们下单人。不容易哦，真的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真的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取代结尾，结尾都没变化，每次都这样子，都是压秀秀腿，秀秀腿而已哈。好了，现在恭喜妞妞哈，再有机会拿奖金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人六张牌，谁先脱手，谁有机会来拿大奖。好，好，来，六张，哎。谢谢，谢谢。来哦，好的。玛丽很聪明，好，来把它展开哈，来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看妞妞的牌，我们再来看玉兔的牌，对面索玛丽亚的牌，饼干好吃的牌，好啦 ，OK， 谁先脱手谁赢，来，妞妞先叫牌，拿好，拿高一点，不要给他看到了。两张九，看到，看到牌了，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你的牌，不是，没有没有，那我说里面的牌，真的哦，好吧，那我可以重来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玉兔你往前往前，不要退后，一张九，加一张，嗯哼，再一张，饼干加一张，现在已经有四张了，所以一定有人骗嘛，对，你想就要加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先加呀。加一张，现在是五张九，一定有人骗。加一张，再加第二个，第二个，谢谢。妞妞再加一张九，哇，他一个人有三张呢。加一张，啊，你也不管他，你就加一张。第一轮大家都在骗他。对啊，这么多人有，我抓了。啊？抓玉兔？我抓玉兔。哎，确定？一定真的吗？请看。哦，我们的节目，我跟你讲，现在第一轮大家都骗，对，不会，这样你不一定输了，说不定可以有四张。抓错了啊，抓错了，哎呦，现在妞妞已经，说不定还是有成，剩三张了，对啊，有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有啦，会有，有四张一样的，没有，还没有呢，好多张哦，叫你喜欢的，一张十，一张十。饼干很多张十哦，哎，看一下哦，哎，怎么样？好了，加两张，两张，加两张，加两张。妞妞，你看得下去吗？要抓，抓，抓，打开。谢谢。那你为什么要拿一张十出来？既然你要骗，没有了我。他想说下一张再出一张十，那你就刚刚出两张假的就好了。所以现在妞妞叫牌，你要两张要一样就赢了。一张 S。一张 S。加一张，两张 S， 加一张，一张 S， 第二，再加一张。说老杜，感觉应该要抓他，感觉蛮好抓的。
跟你分析一下，他剩一张了。你如果抓错了，他就赢了，因为他最后一张不需要骗。那你如果抓对的话，这些牌都是他的。所以我现在很挣扎，看你，这就是人生。你也可以 pass， 把这个权利让给下家。加一张。啊？加一张。不抓你，再加一张。脸这么大。加一张是。你要 pass 还是要抓？还是要继续出？我想抓。想抓他？对，我想抓。哦，你会不会全部牌都在你手上？会不会？然后我就玩大老二这样，换玩别的游戏。对，抓。抓吗？一定抓错了。对啊。他还没死。抓，然后出一张。好，妞妞剩一张了，谁叫他手上就赢了。来，你出牌。最多几张啊？可以叫。最多可以叫四张啊。最多几张？最多叫四。一色牌只有四张啊。好。三。四张。哎。怎么样？有四张一样可以拿出来。两张九。四张拿掉啊。哎，不是，哪个？哦，那他已经赢了。他赢了。哎，我家就赢了。哎，对，因为他就赢了，他收牌，给观众看一下，哇，他脱手了，最佳助攻，哇，哎，我是妞妞陈友金，哎，这是我们开播第一次，第一次，哎，第一次，对对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本来就是因为他抓他收走之后，结果呢，结果他反而脱手，他自己手上都配到了，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们讲四张就要脱手，四张就要脱，对，结果他八张跟他手上配到，哇，好巧哦，厉害。命啊命啊！恭喜啦，妞妞！来，进行我们的财神商店。恭喜玉兔！没有想到抓别人反而造福了自己。没错，被抓！哦，四张 A， 四张十。太夸张，这个神机妙算都算不出来啊！这我是我们开播以来第一次。对啊。自动他就已经脱手了，他就赢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奖有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，啊，还有另外四个奖，有我们超省水洗碗机价值25000元，抗氧化水摄影机价值30000元，质感双温酒柜价值30000元，还有移动冷暖空调价值32000元。都很棒啊！今天既然这么幸运，我们玩一个刺激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给你，我们奖品就不要了。好，来玩现金，这个现金哦，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三种不同的方式，三十万五选一，哇，再来是三选一，一张二十万，另外两张是小奖，嗯，二选一，一个十万，一个小奖，嗯，好难哦，我会选四万是看得到的哦，这是看不到的哦，还有50%是小奖哦。你还真的以为你抽中？5万再换，收牌不卖了。因为我不喜欢听别人讲什么，我就5万就换，因为我吓到了。我说吓到5万，你换了，就表示我听他的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意思。二选一，一个10万，一个小奖。我喜欢二选一，你看看，这几率大，50-50嘛。对啊，50-50。确定？二选一，不贪心，不贪心，因为50%。对，对不对？注意听哦，十万我会先叫还是后叫呢？后叫。我的号码是会先叫的10万，还是后叫10万？哦，因为只有两个。两个嘛，他不可能都不叫了，一定有一个10万。19号，18号，好近哦！好，隔壁哇，19号，18号，19号，为什么？直觉，因为洗脚水喽。刚被打脚回去了，洗脚买冷暖空调。哇，你这个联想有点古老。
我们会再问你一次，因为只有两个号码。我们平常可以问三次，可以换三次，因为只有两个。十九号，换不换？不换。所以十八号我们摆在这里。哇！十九号盖起来。我还要出钱跟你买吗？好像没有太大意义哦。你可以花20万给我买。我最多也有10万，2万块。不卖。不换。3万。4万。4万是看得到的哦，这是看不到的哦，还有50%是小奖哦。你还真的以为你抽中？5万再换。不换。不换。他说5万再换。因为5万你就买一个保险一半。他抽走了。抽钱。生气，生气，他不卖了。因为我不喜欢听别人讲什么，我就5万就换，因为我吓到了。我说下到5万，你换了，就表示我听他的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意思。4万，19号会是10万吗？你这么笃定吗？50%，你就50%这么好运吗？我觉得我今天蛮 lucky 的。4张 S， 4张10，结果你跑到这个位置，而且原本5万。换不换？不换。看着我们3号机，大声的告诉观众朋友们，我不换。19号坚持不换，到底是不是10万呢？来，进行我们的天下无双。天下无双，到底这么幸运的玉兔，2选1。50%的机会，19号就是10万吗？赢了，今天10万有可能就可以带走了。来，7战4胜。请出第一张牌。对吗？不可以，你是幸运。有7局啦，有7局吗？第一张。第一张 OK 的。出11吗？告诉你。没有，还没啦，还没有，不能这样算，除非到我们3比3。哎，所以这样子还算平手？算平手哦，还是平手了，不要被打败，不要被打败。要先从大的出，小的出，怎么办？你要想他会出什么？我来看看透他一下，你看这个吧。这个会不会比较好？不会，刚好这一张吗？好，确定了，不要出太大哦。啊？出12。被开发了。开牌。怎么那么聪明？被看透了。他知道我们出12，他还出11，那一定有诈。我是随便讲，我真的以为要出他出12，你以为？不要生气，我当时用话来，1比0。他每一张都很虚的感觉。开牌，11吗？你好准哦！你怎么那么准？你怎么那么乃至尊？因为这是心态嘛。你觉得还有什么牌可以赢我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同一阵营的。什么？2比0。我刚讲这么久，我要紧一下。2比0一平。这两张。
了吗？抽了。我的天哪！今天奶哥的第六感似乎完全觉醒了。你好准哦！你怎么那么准？玉兔到底可不可以突破奶哥超人的预知能力，获得胜利嘞？广告之后，我们马上回来告诉你哦。真的是酒吗？哇！怎么都被猜中了？对，要是被猜中还赢啊！哇，三比一了哎！你们是周年庆大放送？对啊。今天而且还一直赢耶，连玩笑。他剩下三赢，三赢，三胜了。对你三胜，你再一胜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可以。出牌。你剩下 K 鬼八，嗯，没有，那你剩下他 QK K 鬼 Q， 因为下三比零，只要赢我一局就赢了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了。你出 K， 如果他出 K， 我们还是输，因为你后面剩你出 K， 我出鬼，对不对？你出鬼，我出蛋，大家我还有赢的机会就对了。你再赢我一把就赢了。对，所以你这个很关键。这一把，这赶快哦！妞妞好像有点晒黑了。好，你自己决定啊，真的，你自己决定。你照理讲要出 K 啊，因为 K 只输我的鬼跟 K 嘛，赢的几率更大。先看玉兔的牌。又被猜中，奶哥的事。呀！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真的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真的赢了。奶哥，我你每一把都猜到，我每一把都猜到，对啊，所以他还会赢，对啊，所以这一定是小奖吧？还要想吗？哦，是吧？50%的机会，19号，到底是不是10万？各位观众，制作人出来了，制作人出来了，领大奖，领大奖，10万，新台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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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好，最好，哎，现金，现金，十，十，猜最后一个字，最后一个字，十多少？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，心里是想，我怎么那么佩服我自己啊？太厉害了！你怎么都猜中啊？然后还故意让他跑外，对啊，危险一场。因为这个就是心态，好吗？嗯，要告诉你，我们没有，而且我还知道你会选19号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六感啊！他也可能也去查过你生日19，10万块。先叫后叫，有没有？而且19跟18，19感觉到比较会放大奖。你19先叫的，你19先。对呀。谢谢啦，下次再来。谢谢。谢谢。别忘了，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晚上8点准时和我们的天天乐。